今天正式启程，骑向成都，骑向大宋。乃千夫子归哟。陈长东啊，我们四川省现在准备上成简快速通道。继川藏南线之后，2014年8月又骑上了向往已久的川藏大笔线。川藏大笔线沿途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比川藏南线更原始更壮美，当然也更艰辛更难走，刻在心中的印记也更深刻。这次骑行的起点是山城重庆，经天府之国成都，沿河谷到松潘，再到九寨沟，经若尔盖草原到世界上最大的佛学院，再经德国英经院，一路沿317国道到纳曲草原，再沿青藏线到拉萨，然后转神山冈仁波齐，游扎达土林和古格王朝遗址，全程骑行3300公里，历时41天。山河巨创，10万人不归。2008年汶川大地震留下了永远的家国创伤。好潇洒好浪漫，说是不知那是不瞒，难得不会活力这不难，30岁你更看近看，前看后看，新鲜，脑壳一转，面孔说变就变，经一趟，过瞬息之间，名扬四海，张盘才一点点，绝妙精彩，更替他全来四方。变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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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变对骑车人来说，风景在路上。九寨沟是此城唯一一个购票游览的自然景区。从若尔盖到瓦切乡，昨天晚到的。求你。你叫什
名字告诉我好吗？你要把自己的袖子。柯和乡，藏族青年黎明华主动邀我住他家，全家待我如亲人，淳朴、善良、真诚，短暂的一天，却留给我终生的温暖。柯和乡只有一个人在读大学，只有一个人，就是我们村里面的那个民办老师。那个有机会到东北到大连啊，一定联系我啊。真的很感谢你啊！啊啊！下次还要再好，有机会。去壤塘的路上遇到大雨，路边的藏人喊我到车上避雨。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藏语，开朗热情，还很漂亮。南木达乡藏族姑娘春乐卓玛也是主动邀我住到她家，亲情融融，如至如归，是说真想多住几天。上没上学？上学了没有？没有上学啊？昨天到达南木达县，今天早上8点30分左右。我叫门木尔甲。门木尔甲。哎，对。这位门木尔甲让我搭上他的拖拉机，一直送我到垭口。今天的目的地是色达县城，估计呢路。莲龙乡已经14公里了。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是世界上最大的佛学院，不愧是佛学圣地。小多，你说你那个汉语拼音不会啊？对，拼音呢，就是要把它背下来。背下来啊！哎呀，播音啊！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这些很难。
离开色达县城大约5公里。今天的方向慢慢走，注意安全。慢慢走，那个地方也属于斯通达，但是就是说它有个村嘛。经两个孩子和一个年轻喇嘛介绍，昨天晚上住在这所转经房里。啊，谢谢，真的谢谢啊。甘孜15公里，昨天到达甘孜。传承数百年的德格印经院是藏族文化的圣地，至今保留着传统手工印经，为藏区提供了大约70%以上的经文。刻制经版的地点以前是在德格印经院，今年搬到这所新楼，这项独门技艺已经为年轻人所继承下来。芯子不行，外面那个不行，只能中间那个行。站在左岸，遥对一江之隔的西藏，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。时隔一年，聆听着遥远的呼唤，再次走过金沙江，梦回西藏，重返高原。洛迦一家从玛尼甘哥出发，一路磕长头去拉萨朝圣。洛迦给我写了他的地址，让我把录像寄给他。几天没给自己买了，现在进去了。他就是在施工，就是烂泥巴路。几岁了？过来，就是你的。你要是明天的话，我你再往六七，再往那边县里面走就好多了。
就是白酒这么大，然后啤酒这么大，对，红酒这么大，啤酒这么大，然后先喝一大口，再喝一大口，然后喝一大口加满，再喝一大口加满，喝第三大口的时候一口干。志愿服务西部青年小冉，在昌都签约服务两年。像小冉这样坚强、执着、有思想、有理想的志愿青年，在全国已超过16万人。好几个多，往那个方向骑啊。扎西的很多，很多人叫。就出来了，对啊。大北线41天到了。